地、三点五大地，有没有去三点五大地？有，我有去。除了工作人员以外，好多报名没到的不算啦。他们这老板在做的努力，啊，因为没有做的钱是省吃俭去。过五年大家会不在那个三六八三六八里头。好，讲座有这个是真在，就是我在这个导演会把所有过往我做过的事情回顾过一遍，但是也没正式讲。那讲这个现在，我想要讲讲今年为什么会有这个现在。不一定没有，但是希望大家一起来帮忙看。如果没有人帮忙的话，大概就没了。那我们家主要的三个工作就是什么？我们三个工作，哦，对啊，应该是 O O S S 主要三个工作是什么 ？O S S 自由软体三个工作是，不是三个角色？哦 ，C P C P 开发者、开发推广、推广、使用。那所以说这个是真的推广工作。有没有这样？反正他们有一个很主要的任务，就是到就是教育的部分。那这现在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去年吧。那讲座的话呢？讲座是算是讲座，就只有讲台吧。因为自由生的那设计的概念，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推的是自由文化这件事情。就是 Mozilla 它跟 Mozilla 其实是脱钩的。我们不用 Mozilla 自己的商标，但因为一些关系，我们刚刚没有惊喜。对，所以我们刚刚倒是很好，应该比你们今天最后看到那两位好。对，我们刚刚倒是蛮好的，对，只是说我们就是比较小心眼，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念商的，所以我对商标啊，还有一些关于设计合作的东西，其实我还蛮在意的。那我很怕以后万一踩到什么坑，就不太好。对，然后所以关系都还不错啊，但我是希望说我们不要是从白发死，万一白发死要死了，这样不好玩，对不对？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们设计其实在是白发死，现在推一些 open 的，推一些 open 的概念这样子。所以像我们看到的贴纸上面是啊，请用开放标准，拿到小卡来请用开放标准，我们标准其实是 open 的，并不一定你要用什么，你用沙发也很好，并不是不好。对，所以自由先生在想。对，好，就反正这几年来都是去很多地方办很多的讲座啊，那讲的平面不只是白发，对，像是上次去高雄师大业，高雄师大，高雄高一大，对，我就跟那个隔壁帮工作的合作的讲法，就让他们讲讲，就帮助我们讲讲这些白发这样的一个合作活动啊。所以说，如果大家有需要讲座资源，还是需要就如果刚好是社群的人，还是是学校社团或者是学校的老师啊，需要人家就是需要讲课的资源的话，我是可以协助的。那这三张照片啊，上面两张是我想，对，这张是在那个屏东，那我想只有现身而已，就是只有现身而已，现出声音来而已。对，那这个是在哪里？这是好久以前的，12月吧，快八十二了。就在一所大学，我想。那这张就是因为这个活动，我怎么找到只有 AC 跟小绿绿的照片？就每张都是 AC 跟小绿绿，所以这张最多是小绿绿的张。对 ，AC 跟解释一下这是什么状况？为什么只有你跟小绿绿？没有，我又不是故意的，是什么时候的活动啊？什么时候？这个应该有两年。2012年。2016年11月到1月，那个时候国家有来台北，然后所以台北的学校几乎都是我，然后那个O3 所以然后我忘记为什么只有我，结果一问下次O3帮我开的，所以不是只有我去。对啊，就很多角度都是这样，就是学校社团来找我们，然后我们就。像是在南部的话，就回去讲，因为南部之前没有什么人在，对，那刚好有空的就出马去讲讲课这样子。
可以帮忙协办的话就会被忘掉了。那有没有朋友愿意来帮忙，或者是其实学校社团的同学啊，就是可以帮我们联络社团或者联络学校的，就是可以联络一下。好，接下来讲摩押历史了。摩押历史有好多，我们会才知道有好多好多的那家，因为他们是大家知道摩押历史现在的总编辑是谁吗？有没有人都知道的？总编辑刚刚工作没看到。对，那总编辑到时候可能他去当兵了，那就没有总编辑了。那总编辑走了之后也没有小编的，那只有总编辑而已。对啊，那摩押历史就惨了。所以说，如果有愿意协助帮忙摩押历史的，可以跟他一起联络。好，那我也是昨天才知道一个东西，原来摩押历史不是 A 七，他洛德不是他家的。摩押历史最早是什么？最早是。其实摩押历史也是一个有趣的，不好意思，那我记得了。对，所以我好人嘛。摩押历史是另外一个，我觉得可以提出来讲一下，因为它代表着你如果不是技术人，你要怎么抗拒这个东西？这个其实是一个在美西他移民过去，不是在美西，然后在加拿大，有点忘记。反正一个人，然后他说他很喜欢用 Firefox， 他很喜欢 Mozilla 的相关产品。然后那个时候啊，就是有另就是不是 Mozilla 的，出了 Mozilla 的电子报，然后想说，那不然我来翻好了，就是我翻译成中文，让台湾这边也可以知道，就是 Mozilla 这个电子报这样。所以他就把电子报翻译翻过来，然后就随着每一期的《摩斯拉历史》英文版这样一起出。那他翻的时候就是会，因为他说他已经搬过去很久，他有些中文用的不是很好，然后就寄回来，然后就是我们几个把他改他的词这样。然后后来他就是在我们的论坛上面，其实有一区是《摩斯拉历史》，那边有旧的电子报，我们寄回来。对啊，所以他其实是以一个非技术人的层次来看这个东西，然后他就做这样的翻译，因为他。平凡中年，所以我觉得这蛮有意思，就是如果你不是一个技术人，他就没有这个帮助。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最有价值的是，我看到 open 的概念怎么样迁入到每一个地方，而不只是扣我们而已。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我说到摩押历史中文版是第十二期开始的，然后一直到了二十二期，二十二期之后呢 ，A H D 要不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十八就掉到二十二，掉到二十五，然后就没了？知道吗？那没办法，糟了。然后摩斯拉历史二十五之后啊，他其实他在二十五之前，哦，这边有做一个模型特刊，哦，这蛮有意思，就是说他收集各地的人自己去写一篇文章，然后他就把它翻译成一个国语，然后那一期就变成一个国际版的特刊号。那我的文章还在上面，但是我的文章也蛮有趣的，因为那个时候我现在也英文也不好，然后就是有一个人跟我说。我想你写啊，你写，我帮你把它翻成英文。就是另外一个也是住在美国，他说你写，我帮你把它翻英文。那有没有帮我翻译？我很乐意的啊，我就写。然后写了以后，后来我就卖意思，就是说你查我的 ID 啊，可以查到英文版、法文版、意大利语版。就是那也是让我见识到一个就是国际社群在同一个做生意的一个不错的东西嘛。那他到二十五之后就转型成 blog 了，所以台湾这边也跟着转 blog， 然后就变成你们现在看到的那个 blog 的。